好啦，我们又回到 JYP 旁边的那个魔女饭卷，它真的好好吃哦，是右边这一间哦。你没有看出来我们在对接吗？好啦，我要走近啊。我们刚刚在这前面看到那个以前在 Sixteen 里头的那个 Nati 嘛，那个泰国妹妹，这间真的好好吃，是我们来韩国那么多次吃过最好吃的 Kimbap， 对吗？然后就是他这边有一个那个 SBS， 哦，他早上就开了，他早上早上八点开到晚上九点。然后那个小姐，我们碰到的小姐会讲英文，而且长得好漂亮，好像 Tiffany 哦。我觉得有一点没有好像啦。这样子，那当然你来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冬天，就不会有这些 snowflakes 了，这些小雪片。我们现在来到魔女饭卷，是一间小小的店，满满的都是签名。因为这边就在你知道四大经纪公司附近，也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。我们的饭来了，我们是叫招牌，还有到现在有新的 menu， 有 tteokbokki， 那炒年糕是湿的那一种。店整个质感都很城市小品的感觉。那这个柜呢，也有一些签名 CD。有 Teddy Soul 啊，哦，东方神起啊，然后用荧幕看真的是很难看到什么东西，好像东方神起，然后 OXO 是吗？这是 XO 吗？哎，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啦？然后这边倒水的地方。最近视力越来越差哦，常看不到什么东西。那我们刚刚走路来的路上碰到了灿辰，还有我觉得是佑荣，但是都没有人在叫他的名字，我开始觉得我看错了，大家一直叫灿辰灿辰。那我们要去吃饭咯，因为招牌太好吃，我们又叫了一个新品，就是尾鱼的，我们还没有吃。哇，看起来超好吃的，等一下让我 focus 一下，是我手抖吗？怎么觉得它没有对焦？哎，有了有了，超好吃！你赶快吃给我看，我可以拍你吗？好吃吗？超好吃的那个表情，说明不让我拍，那我要去吃了哦。很推荐这家哎，这家有好吃。